这样。开玩笑的。走走走。总觉得微笑微笑，东西带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想看？
加负重量。一个一个走反而不会那么累，但是一直持续的速度稳定上去还比一次冲顶一次冲顶还要快。是吗？我完了，你马上要追上我。好了，行。你刚才也，你刚才也是慢慢走。你们突然冲上去，然后我在后面，我再慢慢走上来。有啊，中间我加快一些、啊，可是我没带水，没带水就是错误的决定。好背，我背，超，还几乎快满了水，还再上来，我操！我觉得我们班应该就我带最多东西，对吧、啊？没有都没有多，哎呦，很怒哎！演戏也要演得像。每天大家都提早做。这边太危险了。对，我要走原来的路。那你要坐 B 号吗？不用，就这个是他的，就是我。记得要比。到了，到了，啊，这还好。
拽，可是不会显示在那边。给他保留点空间。对啊，我就拍拍起来。终于上顶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影片都在第一结束了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留言。那这一次我的频道，这一次我们富来组的，这一次迷路的。那这里的话有推荐你的影片，那记得可以去点进来看哦。那订这边三个订阅都可以订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的直播见，直播影片见了，大家，拜拜。